田中麗奈4/10来台会粉丝，心繫台湾地震。田中麗奈即将来台，图华影20001803.28。台日合作的清新电影《盛情款待》，结合京都美景及日本传统待客之道的精神，即由一个位在琵琶湖畔的温泉老饭店的转变，而引发两个家庭相聚的温暖故事。而女主角田中麗奈也将于4月10日来台湾宣传，与王柏杰、杨烈、姚淳耀、吕雪凤等一起合体为盛情款待造势。田中麗奈去年才来台湾参加金马影展活动，在年初地震时也特别关心台湾灾区，让她这次更加期待带住全新作品来会会台湾粉丝。电影中收录了相当多京都及大阪美景胜地、经典景点鸭川及田山纷纷入境，男女主角王柏杰和田中麗奈接机初相遇就在关西国际机场拍摄。另外京都大教寺湖畔也上演了王柏杰与藤井美菜的真心话时间，在枫叶湖水衬托之下，让这场戏更添诗意。而三位资深前辈杨烈、于桂美子、吕雪凤戏中也来到大阪的道顿崛搭船观光，更在知名的大喜水产大颗新鲜寿司，让观众观影当下能够感受盛情款待的待客处事之道。盛情款待有许多京都及大阪美景胜地，图华影20001803.28。盛情款待不仅在日本拍摄，台湾场景也在电影里惊喜出现。桃园机场捷运台北车站于是营运期间，盛情款待是第一组在该地拍摄的剧组。花莲一处环山抱水的小木屋民宿也凸显了台湾之美。